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飞象为您带来的《熊猫牛肉风再起》林夕修正版的实况对战解说。这场比赛有一匹的思念，对儿子的小小，看熊猫精彩对决。克里斯开局一波跳地错身位 ，Mix 大手直接怼，起身则用好枪转。那两边这局是三位角色啊，所以说啊，完全看脸。Mix 大蛇，好家伙，这小小开局速攻，直接拿掉思念的大门。哎呦，这波真是很凶，无伤带走。看一下思念这边二发舒爽特瑞，磨到对手就是史哥。稳。克里斯这边连跳进攻。哎呦，这手好险，形成一波逆向跳中腿，但是这边反而给 EP 找到机会。倒一踢碎石踢，发波碎石踢，这波应该是十哥发波取消高鬼喷泉碎石踢啊！这一旦取消高鬼喷泉啊，那就是100%十哥，这波完美火焰通泉取消倒月踢啊，这是对伤害有绝对自信。看小小这边游历 Yuri， 哎，什么情况 ？OK， 正常正常，继续继续，这边特瑞继续猛攻，找到机会就能十哥对手。小小的压力还是比较大，只能以退为进。没错，连跳进攻逆向，可惜啊，连段失误。看思念，哎呦，反边好的升龙发波循环带走，没有任何问题，这波肯定不会失误。那看下一回合，哎，是尤利的反边伤害是很高的，只要不失误，还是能一套带走对手。看一下这边妇女局。一匹反击周魔，二匹反击有力，漂亮！反咬角循环 ，Mix 龙虎乱舞，图盾灭下，一套残两套死，逆向，哎呦，好的，罗伊躲开一匹的反咬角，推到板边，哎呦，这三声龙循环 BC 强行推到板边，这波小小实在是暴力，但这波没有一套带走，可以，李斯血，看思念如何反制。好的一波站中腿对空，比分0-1。那看下一局，看思念这边能否稳住。哎呦，这小小什么情况？库拉，但是思念这边还有特瑞，首发特瑞对马克西玛，哎，跳地逆向，哎呦，好吧，果不其然啊，这马克西玛打特瑞基本就，当个肉桩子，没什么用。这时候火焰冲拳，火焰冲拳，倒一踢碎石踢。啊，发波碎石踢，漂亮！看小小这手，日发舒爽角色，来吧，看谁才能十哥对手。尤尼要把对手推到板边，但特瑞不需要啊。特瑞这个推板能力超强，而且，伤害已经很高了。哎，站 C 防空，好空投，漂亮！哦呦，这起身跳重腿应该想抢空，但小小没动哦，不好意思。天链发波循环带走，看一下思念这手日发出场角色。哎呦，这顶级高手对决起来就是比较精彩啊，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隐藏，还是可以保持期待。看一下 EP 的安吉尔，空中下中腿啊，非常的夸张，但是又不像奈洛一样可以直接击倒对手啊，反而可以形成多则，这是安吉尔特别强势的一点。连跳进攻，看小小，近身博弈，好跳中腿，可惜打点过高，一匹能量闪身，二匹拉后还是被投下，这手有点好下招对空，但是这边可惜呀，被秀拉剩一丝血，有点疯狂发波，好清剿单点直接带走。那看下一回合，思念这边最后一个克里斯，来吧，小正太对小萝莉，看谁更胜一筹。滑闪没有开 BC 没关系，哎呦，这边下 PC 6A 取消 BC 也失误了，尴尬。小小这边顺势反扑，伤害不够，还有机会。克里斯怎么说？跳 CD 好，跳重腿二则，可惜了，这波确实没有办法啊。这如果是游地的话，跳 CD 出康直接升龙发波了。对吧，但是这克里斯确实伤害稍微欠缺了一点点。这一局好家伙，这两边什么情况，运气都超级好，真气对板机良，一拳超人的对决。好的，这手连段数可以给地极乐落，哎，给我走，起身再责，
这血量控的很微妙啊，小小这边就是没有血条变色，无法使用天地霸王拳。韩思念再找到机会就要一套带走，可惜这手跳中腿直接让对手血条变色。小小一拳又等一个跳心逆向，好中断，漂亮，天地霸王拳直接打晕带走。看来板崎良才是一拳超人呐、那看下一回合思念这手草踢能否顶住。小小不需要别的，只需要一拳，一个机会。还好下第三点，这一套一定要带走对手，伤害应该是够的。巡洋双龙循环 ，mix 大蛇双火啊，用不上，直接带走。看思念这手日发出场的不知火舞。好，下第两点，好的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但是这边连短失误。但这边原地十字高跳又被一匹闲闲钻裆跑腻，漂亮，这草地非常的滑啊。隐藏直接裸出板，这个隐藏就是为了出板，但是没什么用。大蛇踢剩一丝血压沉波吗？没有，避免对手精准防御回血，又隐藏。哎呦，这时候隐藏直接裸 AB 躲开。思念好自信呐、天哪，就是原地不动，我看你能怎样。问小小这手草地精本精双草对决，好，下臂软臂，好家伙，这草地彻底疯狂，但这边六臂连断失误，小小的机会。哎呦，天蝎重腿起球发福，思念还是利用自己的血量优势去做进攻，但是这边连跳比尔皮反过来三循环 BC 升龙，这一套残两套死，双方都可以秀隐藏。思念大头奈落想走逆向，还好没有被反制。好的，下臂原点，早知道黄友都要取消地铁升龙循环。打折还剩一丝血吗？折，天哪，这不好说了。思念有一个波，哎，好升龙，但这边血反失误。好的，对手切切重腿反而被一批血反隐藏，有吗？没有。好家伙，龙车三式直接带走。那看下一局，哎，思念大神的秀法呢，感觉跟萧小不太一样啊。他的秀法比较偏实战，没错，就这套连招呢，即使在有限气的规则里，就是自己集气的规则里，对吧，也是可以用的。不像老萧小小啊，那就单纯的是为了秀啊，为了华丽，各有各的好啊，各有各的好。哎呀，这手转锤对琢磨，狙击锤摸响，哎呦，前冲毒隐藏，这一下，这琢磨的隐藏是下招啊，但面对指令头角色，这下好像没什么用。又是一波强抓，小小，好反跳，哎呦，这手中断漂亮，对色一 k 的逆向中断，修起来，龙虎乱舞，啊，图都没下，说一 k 真是秃头啊，这思念，这手大猪，秃头没加，能量闪身一波逆向，这大猪好像出狱对吧？他是囚犯嘛，所以说真的没有加啊，真的就是应了那句话，秃头没加。开个玩笑啊，看小小这手安吉尔，但是打大猪其实蛮难的，只能通过底半啊，但是底半进攻呢不是安吉尔的绝活，安吉尔的绝活是中断或者跳空技。好，转锤，哎呦，双杀直接裸要被切反，哎呦，什么情况，收招这么快吗？可以，这小小也是玩嗨了。姚姚乐起身啊，孤地，哎呦，可惜了，日比选择后跳，这撕血还是拼不过呀，但是已经很赚了对吧。思念这手大猪差点一穿日，那看下一回合，八神对安吉尔，哎，裸爆 BC， 这想做什么，应该是想强开 BC 啊，结果下一枚摸中，没错，但是不影响这个版本呢，爆 BC 不爆 BC 啊，连招都是很稳的。哎，下下一葵花取消行云音谢风走，秒掉啊，走比我里的那天撒贝贝走起来，细腻直接带走。来吧，八神要面对克里斯，梦回拳皇九系，这个 BGM 也是非常经典。好的，前冲下 PCI 葵花取消谢风琴乐音 BC 直接走，这套 BC 不失误就是止戈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，但这边连断失误。好的，可以，小小这边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好，这波反边连招，哎呦，二则明智的选择，但是八神这边升龙抢开 BC 有点无解。 Next 八神女吗？没有，反边再给你个机会是吧，
礼尚往来，对话一时没有确认 BC 无所谓。李斯写，好的，小跳中腿对此而批的滑铲，思念真是游刃有余啊，很自信。看双方继续三问，这最后一分的争夺，好家伙，这小小又是库拉啊，这怎么搞？哦呦，这行，果断首发。小小表示啊，我不装了，我摊牌了，是吧？本来想以啊平民的这个关系跟你相处，结果哎换来的却是疏远，是吧？我摊牌了啊，我是世界首富。好，我是伤害一姐，我是战争机器。嗯，但这边对手防守做得不错，小小没有找到机会，好的秒掉。游戏结束。阿比，看一下思念这首日发出场角色。好的，莉安娜可以针锋对麦芒，果断暴走。看一下谁才是顶级王者，都是能识歌对手的，只要找到节奏。好的，中东回身第一时间升龙，直接带走小小，这边更胜一筹。正所谓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啊，透支生命获得的力量终归是不长久。看一下这边一批颜值克里斯能否逆天改命，跳地升龙可以没有开 BC， 这一套血反下币三点元武币，升龙打西头循环，能不能一套带走他就看你了，颜值克里斯。升龙打西头一脚踢开 Max 暗黑大蛇替伤害灌满，但是还差一丝血。嗯，还好自己在反边，这时候找到机会也秒不掉自己，没错。安库拉这边没有把伤害灌满，再则哎呦，这手升龙直接被一批滑铲却反，那看下一回合，看一下小小这手龙二，双方都是大蛇八贤器之一，来吧。虽然说各为其主啊，不对，虽然说主子都一样啊，但是难免会有分歧。 Mix 暗黑大蛇一套残两套死，半血交掉，看小小连跳进攻，好多 AP 也被揍。那这样的话双方还是要来到最后一回合，颜值克里斯 vs 七加射，但是普通七加射可以随时变成真七啊，反过来呢你颜值克里斯是吧变不回去了，没错。嗯，好的血反，难受了这手，一套狠揍，升龙打七头循环 Mix 暗黑大蛇，看小小如何反制。嗯，哎呦 AB 闪身被小跳地直接带走，大家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思念太猛了。